年只有这么一次在媒体镜头前露脸，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坐镇股东会，笑容满面。第三季、第四季还是会理论上还是比较传统的旺季。看好下半年表现，去年大力光 EPS 也创下 169.47 元，并配发现金股利 63.5 元，不止打平去年纪录，也连庄台股史上最高股息王。股东会只开十分钟，速战速决，股民拍手散会。有机会的话就会，例如说单子啊。继郭董撂话要出走，林恩平的回应迟疑了一下，也是语带保留。原来对于政府行政效率也有满腹委屈。土地是不好取得，花了很多时间。新厂完工的时间被一延再延，年底终于能投产，但缺水缺电恐怕又是噩梦一场。来到这里就是大力光位在台中的总部，可以看到除了柜台是灯火通明之外，其他时间大部分的地方其实都是关着灯，这也是林恩平省电策略的其中一环。整个大厅暗飕飕，原来股王平常也得这么省，用电是非常少，我们水电都算是很少的工业，所以理论上这个应该比较不困难。一例一修后缺工问题，就连林恩平也陷入沉思，真的没辙。大概我们是本来预计要请4000多人，对，如果是请不到人，就看看用其他什么方法来克制。连去年合并营收483.51亿元的股王，经营都好辛苦，又何况中小企业呢？东森财经新闻刘志张博祥台中采访报道。